全国学生综艺戏剧比赛今仔日伫北港镇的南洋国小来举行红仔剧的舞台戏比赛，参赛学生拢真认真表演布袋戏。今年国中组由西丽国中来摕下第一名，嘛代表今年要来参加全国性的比赛，并且表示今年的布袋戏比赛学生的腔调、道具的制作拢真袂歹。但是这人气红爱手诀也是无够熟练，需要搁再加强练习。2018婚姻观创意戏剧比赛伫北港镇南洋国小来举办，这次比赛第一名的队伍将要代表婚姻观参加全国赛。是举办我们2018云林县全县的创意戏剧比赛，那主要是要选出我们全国赛的代表。那比赛有舞台剧类，还有偶戏类。台顶精彩的布袋戏表演是西丽国中辛苦练习的成果，伊也摕到传统布袋戏组国中组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是西游国中，我们这次拿到第一名，我觉得透过很多人的努力和老师的陪伴与支持，让我们这次得到第一名，受益良多。演的时候，那个戏偶会就是会碰撞，然后就演得不太好。好，那个我们这次啊，这些同学哈、真的很辛苦，从暑假开始练。那我们的目标设定本来就是要有机会的话挑战全国赛。那今天在现赛的比赛场合，大家终于可以如愿以偿。比赛的评审表示，婚姻观的囡仔台语念了是拢袂歹。这摆比赛的冠军队伍创意和道具的制作也非常好，但是游玩有一挂问题，希望改善了后会当更加完美。因为咱过去用外口去做惯势啊，还是讲大神人爱搞惯势。啊，牙较细些的时候，这红啊，脚步手路这方面，目前我所看就讲这方面可能啊，稍微较加强。啊，其他方面，五音作戏，还是讲这特技，布景，还是讲这创意，老实讲，婚姻囡啊，不简单，很值得期待。透过创意的戏剧比赛，学生会当培养能力和自信，也更加有接受传统布袋戏的机会。摕到冠来冠军的西丽国中，也让人非常期待。因伫咧全国赛会当有更加好的表现。记者江怡采访报道。